好，继续回来带来关心天气了。受到淮南云雨区以及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各地的清晨气温是偏低的。淡水呢，今天清晨出现12.1度的低温。玉山虽然没有再降雪，但是低温是-8.1度，这是玉山站入冬以来最低温了。中央气象局表示呢，今天水汽减少，各地呢大多会是多云的天气，只有在北部、东半部地区，还有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，未来一周呢也大致是偏湿冷的天气形态，提醒民众注意。而明天开始呢，水汽又会增多，加上冷气团的影响，气象局指出天气的形态大致会和昨天类似，而中部以北、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雨，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雨。北部最低温呢仍然会下探13度，中部大约是14度，南部15度。周六大选日，水汽呢就会减少，天气就会比较像今天了。中部以北、东半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会有短暂雨，其他地区是多云。虽然会降雨，其实呢大致的局部短暂雨。不过周日呢又有另外一波冷空气南下，气象局预测呢受到锋面通过以及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北部以及东北部气温会逐渐的下降，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雨，并且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，其他地区呢也会有短暂雨。